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共享重组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 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 需要更多的王虫。 更多高能瓦斯，达到一半的进度了。巴留斯的零件组装大有进展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 多个毒液蜂巢已就绪，建议部署。 时间完成任务。敌人即将抵达我的基地，尼拉西姆点燃刀刃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
进化完成。妈妈，很好，你看看，我们收齐所有零件了。战斗系统运作正常，还在进行安全测试，请耐心等候。我收到新情报，莫比斯部队打算趁我们专心对付混元体的时候，把重要的研究资料送走。听我命令，找出列车，然后摧毁它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戴维斯将军报告，巴留斯正朝目标前进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变形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战斗受到威胁。开始，可以治疗部队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残暴虫冲击研发的顶点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摧毁列车的机会快要从你手中溜走了。敌人即将来袭，准备防守。盟友进化完成。毒液虫巢减去，必须部署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疗愈，准备就绪。共享重组再生程序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治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列车逃脱了。看来抗命失职对你来说不痛不痒啊。我毁掉隔离舱了，炮火对准混元体。万物终将臣服，死吧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巴留斯的机体发生了点问题，不要管我，快去解决混元体。战斗进化完成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你总当被发现，需要进行侦测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残暴虫进化中，威胁。在刚刚的战斗中，巴留斯受到的损害不小啊，我需要更多的零件。我原本以为你没办法独立完成这项任务，我很高兴我错了。工作完成一半了，加油，完成这台巴留斯。孵化更多王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的敌人要打过来了，做好防御准备。盟友，我们手上有足够的材料了，谢谢你出手相助。
正在进行启动前的评估，很快就好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盟友进入战斗。又有一台列车发车了。杀光列车上的人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配列完成。我方部队确认混元体所在位置了，巴留斯正朝该处前进。我们需要更多王虫。孵化更多王虫。进入战斗，进化完毕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指挥官，列车可不会乖乖等你啊！看到莫比斯的列车被毁掉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机甲结构完整性受损，这会是我的最后一击。盟友进入冲逃，成为攻击目标，消灭莱西敌军。我正在返航，需要维修一下。万物终将臣服，死吧！进化完成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盟友进入战斗。经过刚刚那个战斗，我需要额外的零件来修复巴留斯。指挥官，你们办到了，混元体被消灭了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进化完毕，疗愈可以使用。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基地受到需要更多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，需要更多的王虫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再生程序开始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治疗部队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进化利维坦，冲！敌方军队接近，必须防御。我们已经取得巴留斯需要的半数零件了。金矿不足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探访中，虫族研发的顶点。疗愈准备就绪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战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基地盟友进化完成。你办事真有效率，零件收集齐全了。
我正在帮巴留斯进行最后确认，很快就会出动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复数毒液虫巢就绪，必须部署。体的隔离舱前进，净化完毕，净化完毕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治疗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进化完成。敌军逼近，必须保护虫巢。交战，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基地受到攻击。空中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毁掉隔离舱了，集中火力对付混元体。死吧！万物终将臣服。死吧！